老师、各位同学，今天我跟大家讲讲我们生活中跟磷有什么关系，所以叫磷与生活。我国的磷矿呢，在世界上应该说是占世界第二大国，就从储量上，最大的国家是摩洛哥。那我国的磷矿呢，集中在什么地方呢？集中在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北、湖南。那这个在几亿年前呢，它是一个古代的海，叫羊脂古海。那由于6.5亿年到5.5亿年间，1亿年之间的时间呢，沉积了100多亿吨的磷焦矿。那这个磷矿呢，是沉在这个海底，慢慢的升起来，所以现在是陆地的，所以我们的磷矿就集中在这几个地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国家虽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啊，挖磷也挖得非常的多了。我们每年挖多少呢？应该说是每年几乎挖1亿吨的那个原的矿。那挖的量等于是什么？等于古代啊100万年沉积的这个磷矿。所以我们真消耗资源是非常的快啊，这是很可怕的。所以呢，全世界啊都提出来，我们应该要合理的利用磷的资源，不能这样啊毫无目的还有没有次序的这么样乱挖乱卖啊。全世界包括英国、美国、日本，而我们自己中国科学家都提出来什么呢？提出来啊，我们应该重视磷这个资源要合理利用，而且要好好的为我们的国计民生啊怎么服务。日本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，它资源啊很少，尤其它没有磷矿，但是它很聪明，它那个火山岩啊能够富集磷，所以呢它就进口啊很多的啊高浓度的磷肥啊，还有一些饲料啊等等，然后日本呢每年就储备它，把它储备倒过来，它几乎储备100万吨的这种磷的标矿啊在他们日本的土里面，他存着，存着意思什么呢？他希望啊150年以后啊积在日本的这个磷矿呢他就够用。而150年后什么情况呢？全世界的磷啊几乎挖光了。所以日本人他这样深谋远虑啊，当然他这个创新思维啊是为他们国家服务啊，我们呢也得学啊，也得借鉴，就是说人家要深谋远虑，甚至他有科学办法。那他把磷弄到这个火山岩以后怎么用呢？因为他实际上是矿化了，他用生物技术，这个生物技术就是有些植物啊，比如说山茱萸，它那个根啊可以分泌酸性的东西，像苯酚类的东西，能够使这个磷啊磷矿就在酸性条件下呢能让植物吸收。所以他想用转基因技术转到稻子里啊，转到麦子里啊，150年后呢它就能用了，就不撒肥。哎，但是它先存起来。那美国的磷矿怎么样呢？美国虽然不是第一第二，它起码也是第三了，它的磷矿第三，它自己不挖了。所以自从大概2010年以后它就下降。哎，大家都别开了啊，不要开采磷矿了，哎，我们美国就到国外去买吧。所以它就是这个战略啊。所以呢我们国家也想，诶，美国为什么磷矿它开采极度下降，那只有我们国家呢开采磷矿一直上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农业这个需要啊田啊越来越贫瘠的嘛，农民施肥啊要越来越多啊，越来越浓，这弄弄弄，结果也不注意那个高效等等啊，那就开得越来越多了。这样的战略你看，就像石油，同学知道吧，石油危机，美国人去中东买石油，自己的埋着不挖。那我们国家呢对矿的开采说要有个战略的想法，哎，我们也给这个院士啊工作办提这个一个战略咨询报告，对我们国家的磷矿也要有战略的想法，我们不能够一直这样的开下去了。那磷肥跟我们天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？磷肥啊它最重要很多啊，在工业里面用的最多，工业磷酸酯啊是工业万金油，其他老师也会讲所有地方万金油，
从阻燃剂、染料、催化啊，这个一直到建筑等等啊，金属表面处理等等。那今天我比较要注重的呢，是跟生命的关系，比如说肥料啊、农药啊、动物的饲料啊等等啊。那磷这个元素的就是 P 就是 phosphorus 啊，是磷。那怎么发现磷矿的？德国人几百年前啊，他们因为要炼金术啊，一开始用这些木炭啊，还有什么石头啊，再加上一些人的尿啊，就烧，呜，蒸出一个亮晶晶的东西，叫 phosphorus。所以德国人是首先，这个看它会发光啊，所以 phosphorus 就是荧光光的意思，所以就是发现的这种东西。磷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元素啊，纯元素，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，是吧？那它在周期表里面也知道，这么多元素里面呢，宇宙间有没有磷啊？有。第一，宇宙间最多的是什么？是氢啊，按照元素的轻重，氢 H 啊是最多，然后慢这个核化学反应啊，产生重的原子啊，那氢是第一位，那磷排在第17位，而在地球上的磷呢是排第几位啊？地球上的磷是排第11位。所以我们地球上的磷含量还是不少的。哎，最近呢在火星上发现了，说火星上的磷是我们地球的10倍。哇，这下这个宇航中心的人非常轰动，这才是2013年9月，去年刚刚不到半年前发现的。所以地球上的人很高兴啊，这我们是不是火星上也会有生命呢？因为火星上有磷啊，而且它的磷是 soluble，就可溶性，我们地球上的磷是氟的共生的矿，它们是氯，也就是说它的可溶性又是氟跟氯比，氯比它多5倍的溶解度，所以它的溶解性相对来讲地球50倍，所以它可能有生命的可能性是我们地球的50倍啦，所以是不是搞生命起源的专家非常高兴啊？那在我们人体里面啊，我们这些同学大概就有，你有100斤吧，啊不止啊，假设100斤吧，女孩100斤啊，啊她瘦的100斤，你身体上有1%的磷，就是1斤，啊，1斤的磷，磷在哪里呢？在骨骼牙齿里面，基本上85%都在骨骼牙齿里面。那所有的细胞都有磷，因为有 DNA 啊 ，DNA 里面含9%的磷。所以发现 DNA 的又是德国人啊，那是一个德国的一个学医的年轻的医生吧，那他都到医院里拿那个脓啊，脓包啊，你们知道脓包就是哎呀化脓的是吧，那个纱布上都是脓，他就把那个脓拿出来溶解处理，让他把那个处理完除蛋白质以后，他是得到了一个东西沉淀，他叫它核素 nucleus， 那个里面就是 DNA。他也是在快100多年前，快200年前，这个年轻的大夫吧，他发现 DNA 里含9%的磷，用今天的元素分析也接近啊，所以说磷跟生命是息息相关，是吧？那今天呢，他在周期表第15位，就在这个位置上啊，同学看，他很简单，但是为什么重要啊？很多科学家说他重要吗？好像在美国的 Salt Lake， 那在美国某一个湖里面，很盐很高的一个湖啊，哎，发现了什么呢？砷很多也有小微生物，结果他们说砷可不可以替代磷呢？研究了半天啊，好像是推翻了啊，不太可能，砷很毒啊。假设那个细菌它耐那个砷，可能耐那么几代啊，也就行了，它要耐几亿代。像我们生命到今天不止几亿代了，几亿次方代才可能进化到今天，是吧？所以磷呢很重要， DNA 我们看看啊，所以应该说生命物质里面 ATP DNA 你们应该耳熟能详，最多就是这几个 ATP 英文叫 Adenosine Triphosphate， 就是说一个 A 是腺苷啊，上面含3个磷叫 Triphosphate，要3个磷才能工作，是高能物质。那我们每天身体上 ATP 反应的那个 turnover rate 是什么呢？
合成的 ADP 加上消耗 ADP 加起来呢，是你的身体的 body weight， 又变成 body weight 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同学刚刚说女孩说100斤，她有可能合成50斤的 ADP， 又水解50斤吗？好像不可能啊，因为最多吃饭，咱们吃三餐饭也吃那么一点一两斤而已，所以它表示生物化学反应，因为它是 chain 啊，一个连一个，一个连一个，所以画下来说是这个。你的 body weight， 所以 ATP 是参与所有身体所有的化学生物化学，所以它很重要很重要。第二个重要物质，但最重要是 DNA 啊，它是用这个磷酸二酯把它连起来，所以呢，这就是磷它跟生命息息相关的地方啊。磷酸呢这么简单，大家说磷酸是怎么来的呢？刚刚说是从磷矿把它做出来的，磷酸呢？可口可乐加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可口可乐啊，我们国家的磷呢这么宝贵，人家美国呢自己不弄自己的磷酸，跑到中国来啊买，因为要做成食品级的磷酸，又有一个要求，你们懂啊？有肥料是肥料是吧？这个弄到简单食品是食品，跟可乐，那这个就要求一个食品级，那食品级的这个磷酸呢？它要求很高，要无毒啊，要除砷、除微量元素、重金属都要除干净才能卖。那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它自己不做，跑到中国来买啊，那它都加一点，因为磷酸第一个它口感好，还有呢很多功能，它可以防止什么沉淀，还有这个轻量啊，还有那个更重要 pH 控制，还有呢口感好，还有第二步营养第一重要。因为你身体需要磷啊，是不是？当然你不能吃很多，吃很多它会把钙带走 ，coordination 它会落核，化学基本反应啊落核吧。但是这个磷酸就是这个结构，氢换成钠就是钠盐，换成钾是钾盐，换成氨是氨盐，换成什么什么等等啊，它可以换作尿素啊、磷酸尿等等等等，所以一系列的磷酸盐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好不好？就是磷酸。那磷的转化与应用呢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磷的化工。这个图里面讲的就是说，我们啊要把磷矿变成磷酸，这中间有很多方法，有电解法，就弄成白磷、红磷、黄磷，还有呢湿法，用硫酸去把它萃出来，硫酸它是个磷酸钙，把它交换出来，硫酸变硫酸钙，磷酸钙变磷酸，这样子交换出来。那这个工业很大很大，四川的钟本和教授他就成功了，叫湿法磷酸，就是这有什么好处？降低能耗啊，而且污染也少啊等等。这是个女科学家啊，我们刚刚去云南云天化就看到她，所以这个磷酸盐出来以后有农业的用途是吧？民生啊，还有工业啊，刚刚都说过了啊。那在医学中，对我们生命最重要的，当然是医药，抗病毒、抗菌啊，消炎。抗肿瘤、心血管等等，还有保健，刚刚说的，像我们刚刚说很多了是吧？还有食品，磷它可以保护所有的水果、蔬菜、海鲜、肉类，全部它有功能太多了，我今天不讲啊。磷是什么？生命的限制因子，你们要，就是说，生命如果没有磷，你有水呀，倒是也没有用，你有这个氨基酸也没用，没有磷就没有 DNA。就这个意思。既然它是这么重要，很多老科学家，包括英国诺贝尔奖科学家透了就说啊，你们全世界都到外太空去找生命，那么热烈的找，他说啊，你们要注意啊，你去找生命要看有没有磷啊，因为大部分你们都听到哦，要看有没有水，火星上有没有水啊，有没有氨基酸啊，很少人说看有没有磷啊。这个透了是诺贝尔奖科学家，现在不在了。我1990年到英国伦敦的时候看见他，牛津大学老教授。所以呢，我们到外太空还要注意磷，因为你认为如果没有磷，怎么有 DNA 呢？是吧？所以我下一章我们就开始讲磷的重要性啊。农药，先讲农药是这样的说法，因为医药已经很重要了，食品重要。那对这个植物啊，植物我们国家是农业大国是吧？你这个农业种，你们都知道，一会儿被虫吃掉了，还有被什么弄掉了，怎么办呢？要喷洒一些农药，但是这个农药说法好像不能是，这个毒性大，
必须可降解。我们讲的磷以后，刚刚赵老师再回到那个结构上啊，你们看这个磷是磷氧键，也可以变成磷酸酯，就是磷酸酯。那植物里面都有磷酸酯酶，可以把它降成磷酸，就可吸收了。同样也可以做成磷氮的这种农药。磷氮键呢，也有磷酰胺酶，也可以把磷氮键水解掉。所以生物体内自己有这个酶，可以降解这些。所以一般农民是这样，撒这个农药弄了以后啊，他有时候着急卖，一般要求你有一个时间，让它降解了，才可以去卖。所以对这个农民使用农药要求很严格，教他，因为这并不是说有毒没毒的问题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下一步讲农药呢，我们要环境友好。现在全世界上的农药有几百种啊，我国呢有30多种还是含磷的，全世界大概1/3是含磷的农药，我们国家是1/2是磷的农药，因为大家认为不好降解的或等等，国家也限制了啊。现在允许的大概20-30种以上，目前呢是杀除虫跟杀草最多，给大家看这个啊，基本上杀虫啊、杀菌啊、除草啊，还有植物调节剂，植物调节剂就是让它促进植物生长啊等等，这些很多是磷的啊。比如说大家知道杀蚊子啊，坏了那个蚊子啊，还有寄生虫呢，要用倍硫磷敌百虫。这个结构今天我们又不讲太多啊，还有一些蚜虫啊，就用甲氨磷，那这些我们实验室都会做啊。这些同学做磷的化物跟做其他有机一样，你要戴手套啊，穿实验衣戴手套，尽量戴手套啊，它就是不要跟皮肤接触啊。但不只是磷的东西，所有有机的东西都一样，有机溶剂也一样啊，是吧？还有杀这个萌虫的叫杀萌松。有蔬菜、果树、棉花的马拉硫磷、乐果，乐果你们听的这段，乐果是含磷的农药啊，但是它用的很多，但是它很好，它容易降解，等等啊，还有土里面有土壤里面有虫的也可以啊，那还有一些白粉病，你们也听过白粉病啊，苹果啊有白粉病啊，还有稻子也有稻瘟呐、啊，像粉粉这些很多。像我们那个贵州大学的宋宝安校长就弄一个啊，氟有一个分子上含氟含磷的，然后杀这个稻子的瘟病啊，非常好，也已经大田实验过了，啊，还有武汉的贺洪武老师也是做这个，他们做农药的做要做比我们做人吃的药还难呢、啊，大概要做20-30年，然后已经在每个田要推广，最后才成功啊。所以我们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含磷的也有好几个了啊，还有除草，你们都知道草叫草甘膦，草甘膦世界最大的，现在全世界可能中国生产量最大，草甘膦，它是一个磷碳键东西，它一个类似甘氨酸上来接的啊，我们的那个尹老师啊，他有很多专利做。前面说的乐果，还有这个甲氨磷，还有刚刚今天说的草甘磷，它在全中国的几乎所有的磷矿的农药公司啊，它都已经去推广啊。我们现在在座的同学也有做这个科研研究的，我们不讲太多。所以总的说的，含磷的农药，大家可能认为，是不是有毒呢？给你们一个正确的说法，就是说它是可降解的。可降解的，第二个说法是什么呢？它呢高效、低毒、广谱，而且今后还要环境友好，环境友好必须可降解。你们也听过 DDT 啊，一个苯环上啊好几个氯，那个根本没法降解了，那几百年、几千年都降解不了，那个已经都不许用了，全世界啊，但是磷氮键、磷氧键这个很容易降解，甚至磷氮键也可以降解的啊。所以整个来讲，这是还是很有希望的啊。那肥料，我们应该说肥料更是重要了。我们国家是不是农业大国啊？是吧？那这么大的一个农业大国呢，每年要那个种这么多的粮食很难，全世界都缺粮，缺了几十亿呢。那怎么办呢？大家只好加肥料，让它高产、高产、再高产。
所以呢，才需要这么多的高浓度的磷肥。那磷肥肥料有，你们知道植物啊，当然就主要植物它自己会光合作用是吧？可以从太阳呢，只要有太阳来了以后，它可以水啊，水二氧化碳，然后再从有氨，从这个水里面就是说，如果有氨的营养，它就可以够这个植物的营养。但是还有人要，我们要商业提供磷肥、氮肥、钾肥，因为植物种的太多了。如果天生的在这个山上的话，人家没有人去收割它，是吧？但是我们要一年一季、两季，海南岛还可以三季这么种啊。那你种这么多，就必须要加肥了啊。所以呢，氮肥、磷肥、钾肥，在这个几个肥料里面，磷肥是关键。如果没有磷肥啊，它根本就很难长种子，缺磷就不长种子。所以有一个老师说，哎，那个校长给我们一个地，我们种种玉米吧。但是呢，他种玉米随便浇浇水，什么营养也不给，结果那个玉米长得就没有几颗玉米出来，是吧？等于那个没有芽，也没有几颗玉米。这为什么？它没有，不能长籽，不结籽啊。但所有的稻子、麦子都是种子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说，如果不加磷肥，你就丰收不可能的。所以为什么磷肥这么重要啊？那我们国家刚刚赵老师说了，已经云南、贵州啊是储量最大的，都挖的差不多了，都快挖完了。那以后怎么办呢？所以以后磷肥就是一个瓶颈了。所以国家已经开始注意了，磷矿不许乱挖了，磷肥也不要那么便宜都卖出去啊。磷肥你们同学知道，可能一吨的肥料啊，大概几千块钱，上万就不错了。那高科技的东西就不一样啊，磷酸二氢钾啊，刚刚说磷酸氢钾或磷酸二氢钾，这个很多时候是给植物可以当磷肥、钾肥都有了啊，磷酸二氢钾。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拉出一个单晶，单晶可以做激光材料、偏振材料、电光材，那个一个单晶卖多少啊？几百万呐、啊，几百万美金呐、啊。所以你卖这个一个单晶一公斤，跟那一公斤肥料能比吗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同学学磷，要做高科技，对吧？高科技的东西，磷矿要必须研究，要高效率。挖的时候，它这个过程很长，是吧？怎么把磷矿高效率的提出来，不要污染，不要浪费能源，最后要高效的怎么利用。还有等会老师还会说，我们湿稻田里面啊，它有时候一湿，其实呢湿太多了，又被水冲走了，冲到沟里面，又冲到河里面、湖里面，湖里面长一大堆的水葫芦了，那就是负营养，它是负营养了，那就浪费了，是吧？变成湖里面，你看滇池啊，什么太湖都这个样子了。但是如果你施肥高效好用，我们科学家就做什么缓释，最好你做一个智能的肥料 smart 啊，这个就是要我们学化学的要化工的同学好多要想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高效利用不是说光光其他天上的材料，你肥料用量是最大的。那你90%的磷矿，如果好好的节省它10%，对人类也是大贡献。我们还有子孙后代，是吧？不光是厦大的学生，要吃粮食，以后还有全世界的学生都要吃粮食啊，还有你们的孩子、孩子、孩子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把磷的资源留下来啊，这就是一个现状啊。那机遇是什么呢？刚刚说的，因为农民啊撒肥，我们国家其实磷肥撒了30年了，已经啊在施了6000万吨的磷在这个土里面了。但是在土里面跟日本一样，矿化的也不少，矿化的已经达到有效磷几百倍啊，但是它植物不吸收啊，就像它是石头一样，它不吸收啊。所以这里面呢，怎么让它吸收？这里面有科技啊，有生物化工在里面。你们要微生物啊，有微生物工程，然后弄点有益的微生物，让微生物先把这个矿啊，哎，给它先转成可溶性，转成有机的，让植物能吸收的。所以微生物是人类的一个最好的那个工程师啊，
甚至呢，我们可以用瓶罐，直接啊，用微生物办法等等，让肥料用，就可以节能等等。所以要多学科交叉，是吧？这个机遇就在这里。施肥策略，施肥刚刚已经提过了，不要再搞农的肥料了，要智能化，甚至呢，要怎么样环保？总的来讲，就是要提高利用率。包括你们同学一样，什么都要效率高。我们对这个肥料的利用率太低太低了。刚刚说90%，人类90%都在做磷，那太傻了，是吧？因为磷的高科技很多啊，要高效率，要环保，这是策略啊。在畜牧业里面一样，光是给它吃草也可以，那就是放养的鸡啊，那当然长得慢啊，现在都是圈养，那就给它吃饲料，这个饲料呢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呢，磷呢它必须加进去。哦，刚刚说的，除了给植物加，也要给这个畜牧业呀，牛、羊、猪、啊、鸡、鱼等等都要用。那所以呢，这个饲料里的用量也非常大，非常大。有几个大企业你们都听说了，上市啊，都是饲料公司，饲料公司，是吧？那这个一样的啊。那饲料里面也有天生的饲料含磷的多的不多啊，只有真骨粉，骨粉也是生物啊，生物的那个骨头啊，骨粉，或者最多的还是磷盐18%，那其他呢是什么呢？鱼里面含磷还多，其他就很少了。你说给它吃草吧，草含的磷很少啊，啊等等啊。所以呢，最多的还是必须补加，给这个饲料里补加。饲料里我们有没有磷酸尿也可以当饲料？所以我们刚刚说，哎，这不是在这边做肥料吗？给肥料是给植物吃的啊，那这边给牲畜呢也一样要添加。当然，它添加这个要求不一样，肥料的是一个标准，给牲畜吃的啊。一个标准，给人吃的又一个标准，它三大标准。那这个一样，如果在饲料里加这些的话，对牛羊里面最重要，比如说奶牛产奶多，不容易生病啊。还有呢，它那个一样，它容易增长，长快一点啊。还有呢，它如果是吃的有一些酸啊不好的话，不是有一些碱性的东西，它可以中和等等。所以这个是。我们国家奶牛也是很多很多，那对这个牲畜的成长呢，从小到大，所以你们看它是植物一样，到了牲畜吧一样，从小牲畜开始，一直到它长大，一直到它增加它的食欲啊，它想这个比较简单啊，万一这个牲畜有什么问题，它还帮它修复它的肝细胞啊，生物的数据很多了。还要降低它那个什么血液粘度啊，甚至我们人类也一样，就跟医学有相通的啊。这些数据好像跟我们生物的胆固醇的影响啊，可以降低胆固醇啊，改善膜啊。所以卵磷脂有一阵子你们听说吧，这个卵磷脂是保健品，保健品很轰动是吧？有人从大豆里提，大豆最多了，有的从这个鸡蛋蛋黄里啊。所以这个磷脂呢是很重要的啊。同样的饲料，我们国家是畜牧大国，刚刚说农业大国，同时也是畜牧大国，要求的就是无公害的，说白了就是无公害，要绿色，要安全，最好是跟国际标准接轨。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随便弄弄弄，管它三七二十一，但是你得要跟国际的标准啊，跟人家去配合啊。那我们国家有点落后，必须研究啊。所以现在研究畜牧业，你们同学以为我们化学跟畜牧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化学跟马的行行业都有关系，畜牧业非常重要。最后我们讲磷跟水，哎，水跟磷有什么关系啊？大家总会这么想，水跟磷有什么关系啊？光人啊，每一天每一个人一天排2克的磷，所以我们有10亿人的话，21克一成是多少公斤啊？因为它是生活污水啊，我们都没有考虑去处理啊。就生活污水是造成环境的一个磷的来源，还有其他的工厂啊，我们刚刚说磷矿的工厂、磷肥的工厂，还有畜牧业，刚刚说畜牧要给它填啊，
他也一样，给他加多，他吃不完就拉了，或者吃不完那个呜呜，跟着水又流沟里，又流哪去了？又流到那个海里，甚至海里就赤潮了，是吧？所以在生物的环境，吃喝拉撒等等，都会跟磷有关。那既然跟磷有关，我们如果不除环境不处理，这个就是造成污染。等会徐老师会讲啊。所以全世界对磷的资源，整个一句话，要好好把磷回收，要处理。整个国家的水利政策是这样，一定要循环用水，一水多用。像很多工厂，你们都看工厂排出污水被人家骂是吧？他就是不处理他的水啊，他一定要工厂自己循环利用，闭起来，你就不允许把脏水排出去。但是所以用水单位要循环用水，一水多用，而且要怎么样治水？治水的是靠谁呀？全部就是靠磷，所以这个磷是很功能很强的。处理的磷都是很多，你们看这些结构，三聚磷酸钠、六偏有机磷、磷酸盐、含磷聚合物等等，它功能是干什么呢？足够。北方最多的是冬天搞那个水啊，来水暖，锅炉烧锅炉一烧很多锅炉，一下结好厚好厚一层垢，这样效率热效率就低了。那如果在里面加 ppm 级的磷酸盐啊，就不结构了。ppm 级啊，百万分之一啊，所以它功能太厉害啊，足够。缓时有个腐蚀啊，同样的锅炉也是会足够，还会慢慢慢慢被侵蚀就坏了，因为有盐啊，一般就是盐跟金属相互作用，就让它烂掉了。你们看到腐蚀了，但是如果有磷在里头，它就把这些盐带走嘛。所以有 ppm 级的磷，还有很多功能，缓蚀，甚至更厉害，它还可以杀菌灭藻。前面说了吧，它可以杀菌，啊，还可以清洗，还可以做膜等等，还可以去磷，它有一堆那个脏兮兮的东西，它可以让它澄清。它的功能如果在可口可乐的功能一样，到大管道也是这个功能，它可以澄清啊，亮晶晶的，不沉淀啊。那你水是不是好运输啊，好处理啊，好过滤等等，所以它功能是全面，就是很大的领域。所以整个来讲，我们要做绿色环保啊，水的循环使用必须循环使用，没有零排放，它这个零排放以后就不会污染了，是吧？所以含磷的水处理剂是非常重要。美国的工业用水94%自己循环了，都不出去了，它就没有什么排放出去的东西，它要把所有你该除的固体的废弃物液体什么的都处理好，然后自己再重复使用。94%它都做到，工业用水最会污染人家，是吧？但是他们都做到了，所以我们也应该要求这样啊。而且磷的试剂是很有用途的，要做节约，资源节约的，环境友好的，是吧？所以今天赵老师给你们讲这几个领域啊，有几个最重要的。第一个，磷的资源是不可再生，不可再生知道意思吧？它就是已经是几百亿年的生物的遗骸形成的，你要再生再等一亿年啊，再等一亿年吧，那我们人都不，人类不存在了，是吧？不可替代，用砷替代可以吗？不可以。用别的元素替代吗？不可以。但是稀土你们都听说吧，稀土在社会上非常轰动啊，哇，稀土叫的说哎呀不可那个怎么怎么了，但是稀土元素它很多种啊，几二三十种可以互相替代。所以磷这个特征是不可替代。我们说 DNA 里的磷用别的替代行吗？刚刚讲过砷都不行。还有一个循环问题，欧盟已经规定很多磷化工厂了，因为欧洲几乎没有磷矿啊，磷矿是在摩洛哥、非洲啊、美洲啊、约旦那些都有。再来是俄罗斯有一点，我们国家也算第二大国了，欧洲没有的。但欧洲没有磷，所以它非常宝贵这个磷的资源。它要求你们用的化工厂磷化工厂啊，要有相当一部分是循环的磷。循环的磷就是说，你沉淀用来的磷啊，就回收的磷，不要100%都是从 rock 出来的，就这个意思啊。
最重要一句话，磷是生命的限制性因子，是生命健康环境友好的关键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当然我今天就没有讲特别它的化学原理啊、机制啊、理论啊等等，但是给大家一个科普的概念，它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。因此在环境，下一章啊，那个老师会讲环境里面，我们如果把磷啊那个标准限得很严，没有磷了，那河里会长那些东西吗？不可能，是吧？不会长那个葫芦啊、水葫芦啊、浮萍啊那些啊，还有赤潮啊。所以要把磷很狠死死的限制住，这样的话就不致造成对人类的危害。我们这一课课程讲的都是来自一本书啊，叫《磷与生活》啊，这些资料也很多老师啊同学一起帮忙做的啊，我们也感谢这个好多部门给我们的支持啊。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我的讲就到此为止，啊，谢谢。